袂当骨拖，有见面来白兄，家己讲也袂出，家己有勇气收尾。这连累，应该是目一年，连来都白付，还都交吧。进来，到时阵再有人怀疑，你就真正解释不清楚啊！家己无甲这款地步，都要用这种苦肉计来咧骗你，啊！我天！啊！啊！你啥物时阵来啊？拄只阿家己跳落来，应该无去会看到。伊若门起来，我是命该碎啊！你脚骨敢若漏着呢？安尼袂当出力，会更加严重。无你照我来起来，好无？我是有够散心的啦，今仔日离花房都已经跋一届啊，结果来才阁跋一届，啊，一天跋两届，我真正是，好佳哉有你，我真正好拄咧才袂停袂动。哦对，卖个再因讲哦，我惊我会叫连死。你放心啦，我袂搞的，还是讲。你不相信我，我当然相信你。安尼就好了，因为你的安全上加重要，因为你是我黄金上加重视的小姐。我一坐来哦，就闻到芳水味啊！但你拄只搞了又林家味哦，我感觉就搞了着啊。无啦，生理上的朋友。那时阵无想伤济，但我这么决定，就是货币上爱人花香水。敢讲今仔日在饭店我重新见面的朋友，就是货币。其实你嘛要烦恼啦，
好卡在无去伤着面，啊那无吼，外面嘛算是咱英雄的门面嘞。邓司令，邓司令，你先生，有啥物代志麻烦？每一个人哦，拢在咧拍拼目标个代志，阿姨只是想报新来接待。本来嘛是安尼想，啊，不过即摆看起来，代志可能无遐尼简单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林阿姨，会叫你上去陪啊，可能是惊讲，可能是惊讲，我会怕开潘多拉的盒子。爸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要收拾啊？看见遐人，毋是阿姨，还佫有爸，你是惊阿爸来底秘密，会毁掉你所爱的人，佮你珍惜一切对无？拢三十几年红阿婆，我哪可能袂丢度啦？阿国爸，伊命可能关会着，阮妈过世的真相呢？爸爸，还是你把事情给我，交我来处理。我妈到底是受委屈，我一定查出来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别着急。我那时还没做决定，我叫金明去查掉我，无得个代志要转换的议题啊。我会直接跟你讲，那你我决定，不是金明的呐。你若决定要走，我绝对配合你，无第二句话。有咩啊？你这南回芳水实在有够芳的啊！南回有一个别名的，叫做王者的像啦。这王者的形象哦，跟你最相像的呢。我要。无怪我会叫你介意，对啊，王者就是骄傲又个霸气，而且顺我食心，逆我食物，啊，对啊。你下昼打电话我时阵哦，我无随便开机，因为我无在公司啊。啊，是哦，无要紧啊。只要你的心有挂念我就好啊。你敢无后悔？我让你倒霉啊！啊，敢不是就是在处理公事？我带张信去看会馆的问题。我惊你有病伤，所以唔敢跟你讲。你应该袂生气啦，吼？生气有啥物内容？你是气我去看电视，还是气我去看会馆？拢有。你知我对陈东升一点都无好感，就算伊对你有温情，念过已经经过家苦临门这种灾厄，伊感觉以前拢同款。我你看，已经不是当初是迄个陈东升啊，你对伊拢无好意。我实在烦恼到要死嘞！啊，你讲了这么道理啦，以后我会注意。我去坐电视，是因为我想要不清楚，当初是会馆发生意外的真相。你是要搞什么真相啊？你不是拢调查过啊？伊会跑咧海的，迄就是一个意外。怎啊？是
基本要叫你问的问。伊到今仔日咪讲伊妈妈有冤屈，对不？莫讲闹啊啦！我才是苦主，我才是上大的受害者。好啦，你是莫激动啦。我以后不是认为讲伊妈妈有甚么冤屈，伊只是想要知影讲，当初时你妈妈是甚么原因要来带伊离开啊？是要甚么原因啊？伊就是出了手了阿仔的代志，伊要离开本来就是应该。安怎？还是伊认为伊妈妈是唔知影介绍、唔知影分析的人？其实我也想要知影真相，是因为我。你刚才开讲的时阵，我有甲讲，当初是会馆有留一张批，是假做的。伊是听到，当然怀疑讲伊妈妈死无单纯啊。对，当然，你嘛是感觉丁会馆有冤屈，所以你就找我冤，我甲楚玲要好起来。结果呢？你找到啥？你敢有找到原因？所以我要做电视，我要查出真相，害伊妈妈一个公道。你想我怎样？你为着这件代志，有该冤屈，不必。我要是一个有好意。用心比心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当体谅啊！我现在都爱体谅你，我家己的心情都无法度平稳啊！我是管他要去死啊！我有甲伊讲过啊，就算伊查出真相又阁安怎？伊妈敢都有法度有海底病痛，阁重新活起来？嗯？伊就是故意要甲咱当母甲弄去煞掉，干那你，互伊甲你的边仔牵你行？不要。按照我讲，我是无放弃要对查真相。你是不是跟我认为我嘛是内乱的？当然。阿兰哥，你是有啥物事要叫我放下？当初是会馆离开，感情才跟你无关系。拄只我记跟你讲出我心内话啊，你是不是会当跟我讲老实话呢？绝对无关系，我讲得真清楚啊！安尼你听有清楚无？好，安尼我知啊。你较早休困嘞啊！本来要继续讲你是我的心苗。遐想讲我的身边已经好一半，结果呢，妈想讲把我捅一刀。我想要到什么时阵才会当走出我？你哪会当对我这么残忍？我答应你，今仔日是最后一次。我袂讲问你这个问题啊，较早休困嘞。